尽情欢欣，我待春风是你无其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一起向蓝天欢呼，向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永成，你起床了。Yeah. 林娟，我早餐买回来了，快点起床。现在八点多。八点多。你要喝牛奶吗？要。要、哦、好。这个是林娟要喝的，因为她可以就是直接这样用吸的，她觉得比较方便。来，牛奶给你喝。我只要两句话。你把我看了没有？哦，有啊，你这个还有拆起来洗。你几点要出去？九点，好啊。你东西都拿了吗，林娟？你关灯。你看看，看，哎呀，吓一跳！看呀，他放大，等一下，疼，痛。OK。这里是台中市的中兴大学，准备去上课的三个女孩是同一寝室的室友，骑三轮车的林娟以及坐轮椅的永晴，两个人都是脑性麻痹的特教生，而玉专则是负责照顾他们生活起居的学姐。就读财经系三年级的林娟，家里住在台北，为了读大学离家到台中来住校，这对家人来说原本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就很担心，然后怕万一没有室友的时候可能要一个人住，如果自己住的话他可能胆子很小，如果洗澡万一滑倒，生活啊学业我们都担心啊，其实我们是非常担心的。我在迎新的会上面不是有问说有没有人愿意跟他住啦，你还记得吗？那好像都没有人愿意跟他住了。为了解决住宿问题，妈妈陪着林娟到中兴大学的慈青社，看看是否有人愿意当她的室友。那时候玉专是社长，然后他就主动的去跟玉专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住。哇，没想到那个玉专居然说好啊，这我们都不敢相信的。我那时候只是想说，就陪他们住这样，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就是跟他们住要做什么事情。每当新学期一开始，玉娟总会陪着林娟上第一堂课，好向老师说明林娟的状况以及需要的协助。老师，我的考卷可不可以是三天？所以就是这个部分对你作答的部分会比较好。可
不可以中文。中文的题目，中文题目，对。由于林娟手部无力，咀嚼功能也不好，三餐饮食会碰上不少的困难。幸好他们想出了解决妙方。我第一次看到他买回来的时候，他说姐姐可以用这个帮我泡牛奶的时候，我吓一跳。然后我拿去前面装水的时候，同学会看，然后我就会有一点尴尬。他们一定想说怎么会有奶瓶在大学生的那个宿舍里面这样。林娟呢，她喜欢吃苹果磨成泥，所以就是要帮她把苹果磨成泥这样。你以前在家里没用过这种吗？没有哎，第一次看到。就是我就说这要怎么用，然后她就说你就把那些就是苹果啊那些东西在上面那样磨来磨去就可以了。对，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有这种东西。平常碗都是你在洗？对啊，有时候我很忙很忙很忙的时候，林娟会帮我洗。她以前都会就是洗不干净，然后我有跟她说拿菜瓜布要就是边边这边都要刷一下才会就是洗得干净。陈杰帮我擦一下，我不干了。嗯，好了。别把我那个换成这个就好。哪个换成哪个？林娟的事情还蛮多的哦。小事情，对啊。他很多种，就是琐碎事这样子。一下擦眼睛，一下又洗杯子。哦，会这样子。林娟把学姐当成姐姐，会用撒娇的方式来求救。他就很像小朋友，然后就可是他很随性，然后大啦啦这样子，然后就我觉得就是他其实很好相处，只是他一开始跟你就是接触的时候，他可能会不太敢讲，然后怕就是他怕你会不喜欢他，以前就是不高兴，然后他就会躲在棉被里面哭，然后我会问他说你发生什么事了，然后他就会说没有啦，不要担心，然后他现在会比较敢讲这样子，就会变得比较会表达。隔了一年，这对姐妹又多了一个新室友，她是来自台南的叶永晴。永晴平时都要靠电动轮椅代步，不然就得要别人来搀扶。就这样，他们开启了一段三人共同甘苦的幸福时光。居然发现永晴很多方面都跟自己很像，他们会一起读书，一起聊天。除了上课，两个人最喜欢跑图书馆了。有了玉专的帮助，永晴的学习之路也更加的顺利。他拿不到书的时候会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再过去找他，然后再帮他拿书下来这样子。好啦，你上来，走，等一下，好，可以了，可以。好啦，走。永晴，谢谢哦。为了拓展林娟和永晴的生活圈，玉专总是积极地邀请好朋友和他们一起吃饭。等一下，你们先去找位置，林娟你跟他，然后我去买饭。永晴，你认得丽婷跟玉慧卿吗？你去找他们，这两个都要。我要点一个，我要点一个。
什么东西不吃？豆芽菜。他不吃豆芽菜，很挑食。他觉得豆芽菜有奇怪的味道，吃掉啦，不能挑食。筷子啊。他这个是什么饭？邀请他，他吃不完，然后我就会帮他吃，然后如果我吃不下，邻居就会帮他吃，就我们三个都一起吃。对，所以你们一定会把东西吃完。会，因为会浪费掉，就怕浪费。咖啡加个二号植物，他加个难吃的植物就不要删掉。那这样，再给你。大学生大家都喜欢，就是一团人，比如说突然想唱歌，好，我们就去唱歌。就一群人，我找个大家都有办法出去的时间，然后一群到了，骑机车出去到唱歌，然后唱完晚上回来累，大家回家睡觉，这样子。所以玉川他会去夜游跟唱歌？不会啊，他没办法。这种活动你有参加过吗？没有哎。一般大学生除了读书就是出去玩，玉专要读书还要照顾室友，甚至呢还得跑社团。同学说啊，他好像永远都不会累，完全不怕累啊，然后也不会觉得这样很辛苦啊，然后就这样觉得这是应该的，然后让我觉得他很厉害，就这样啊，就是要可以跑营队，然后假日冲回家，然后隔天又去营队，然后虽然然后回来上课，他上课也很认真，他作业都比我好，就觉得这个人怎么呢，他把他有办法体力用完之后呢，然后会昏倒这样子，我都觉得我会昏倒了。同学在上课的时候，你要讲一个故事哦，讲一个军队或是一个人他的一个旅游。他怎么那么多事情？我要读书，然后我觉得我书读不完了，然后社团又有什么事情？我就每天还要洗洗衣服，然后还要帮他们洗碗，然后这些处理完才能睡觉。这样，我要去洗衣服喽！你们要洗的衣服快点拿出来。有时候我很烦，我是真的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对，然后他们就会知道，他们就是会跟我说，我会自己就是乖乖处理事情啊，然后不要担心，然后你就放心做你自己的事情，然后不要就是就叫我好好休息这样。你要两本都放上去吗？还是一本？你要哪一本？好好好 ，OK。天哪！你要拿哪一个？等等，你要拿哪一个？掉下去了啦，就是他们拿很重的东西，然后或者是就是被压住的纸，然后一抽就全部都会倒了。对，然后书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拿没有那么稳，然后太重也会掉。对啊，就是大二大三的时候很累的时候会想要放弃，然后可是就会觉得哈，那这样他以后怎么办？因为我觉得他们读完毕业比较重要。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既然已经考上了，那我就是还不能读下去，这样很可惜。哥哥啊，好，一想到两个妹妹可能读不下去了，玉娟就振作自己，希望让林娟跟永晴能够顺利毕业。要吃吗？他怕酸。对对对，我觉得我就是跟他们有点像是姐妹了，就是跟朋友不太一样，就是有那种同甘共苦的感觉。
不去睡，快点电脑关起来去睡觉啦。太绝情了。我爱你了。好，等一下再帮你泡。你先去躺着睡。你这个，等一下我去救他一下，这个需要救他。等一下。怎么了？他怎么了？刚滑下来了，然后需要他自己没办法爬起来，要救他。夜里有刺猬寒冷，你我生根同蓝图，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从此美丽。玉娟的爸爸妈妈都是慈济志工，从小的家庭教育就是让玉娟去面对需要帮助的人。毕业联系的时候，他有跟一个同学，因为他那个从小是肝脏移植，然后老师把牌子跟他坐在一起，然后他就一直照顾他。到了他三年级，那个小女生就往生了。那时候玉娟那时候真的是，他就一想到他就哭，想到他就哭。就从那时候，我就会一直交代他说，只要有人需要我们帮忙，我们就尽量去帮助他。就是我真的很怕孤单，所以我会希望别人也不要孤单这样子。就是看别人，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然后没有跟同学聊天的话，我就会觉得好像很孤单。然后有时候就是会去聊这样子。家庭教育形塑玉娟热爱助人的个性。而曾经在人际交往中受挫、封闭自己的永晴，也因为玉娟开始有了改变。她慢慢地走入人群，甚至呢也想像玉娟一样去帮助别人。那请问一下，就是你们方便留下资料吗？然后我们会再通知你们。我们就是会很喜欢一起做志工，对，真的。为什么你会这样子想？因为人跟人。一模一样，接下来我跟一样比表演，我用单句，我韩句讲爱句哦，我跟一模一样，因为我觉得需要帮助的人更多，我渴望那份力量，所以我会讲爱，听单句歌。永晴啊，是家里的独生女，她比任何人都更渴望得到朋友。永晴跟玉娟在一起，她就会很开心，很开心，很快乐。参加慈心社，他们会有任务嘛，个人各有，所以永晴她会有被重视的感觉，她觉得有些事情她还是可以做。我觉得玉娟她是先有了快乐，所以她会有那个爱去做她想做的事。因为玉娟给你感觉，她就是很快，不管她多忙，他还是开开心心的。我说玉娟就像菩萨，我跟永晴说再也找不到像玉娟这样。韩剧去哪里？我寒假有去那个，你也知道我有去那个苗栗。平常都是你帮他洗头？平常对啊，他如果他想要洗的话，他会跟我说，就是我会先洗澡，然后我洗完澡以后就说，哎，永晴可以洗头了，然后就进来洗头，然后洗头的时候洗完头他就洗澡，然后我就在旁边洗衣服这样，对，就差不多，我们平常都是这样，然后就可以啊聊天，我们会利用厕所在洗澡的时候聊天，对对对。哎呀，帮我吹头粉啊！要吹头粉，对。哇！我的衣服上，我衣服会卷，会卷湿。
前就是会比较想到自己，然后可是他现在会就是因为现在还跟永晴住，然后他都会想到就是他可以怎么帮永晴，他有时候都会说姐姐你很累，我来就是我来帮永晴，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他成长很多的地方。一个人好。今天玉专接到了一个好消息，她的研究所甄试顺利通过了，确定可以继续留在台中。最开心的当然是两个妹妹了，感性的永晴还特别做了一段影片要送给玉专。因为有你可以让我跟大姐跟我充满了很多回忆，谢谢你，爷爷叔叔加油！好了，我会加油，你也要加油，要到毕业。太可怜了。你要哭了，要一起笑，不要一起哭。对，不用哭。推甄的时候，就是我就是在推甄很累，然后很害怕的时候，然后他有做一个惊喜给我。他生日的时候，我也有画很好玩的图给他赞，然后也是给他一个惊喜的，很好笑。因为永晴他就是他常常笑，然后就是很像晴天，就是画晴天娃娃，然后就是永。谢谢谢谢你陪我。让我在大学生活很开心。谢谢你，因为有你们两个，就让我就是都不会很孤单。